1950到1953，有些名字永远定格在了连队名册上。70多年岁月，你们已成了不朽的坐标。旅长，你们义无反顾，从白山黑水走出国门，冲进保家卫国的枪林弹雨。举起枪，击碎阴霾，脚上鞋，撑起坚毅，一壶水，浸润未来的干涸。你们以血肉之躯，将琥珀唐威的危难抵挡在自己身前，唯愿和平的曙光照亮身后的大地，照亮孩子们的未来。此去一生，保家卫国，长眠一国，亲人神伤，但你们换来的是山川锦绣，家国无恙。共和国以崇高的礼仪迎接你们，山河同念，英雄还乡。今天，我们接你们回家。我们始终没有忘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，烈士们的功绩彪炳千秋，烈士们的英名万古流芳。